这小孩这么强怎么办？因为你要唤醒你的老灵魂啊，依文，当你唤醒之后，你会跟他一样强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老灵魂啊，这是科学的研究。2016年有一个纪录片叫《生死与轮回》，在 YouTube 你可以找来看，四集。他们科学西洋人做了100年以上的收集，说轮回啊，真正的例子有4000个，然后很确定有1000多个，他们已经经过这100多年，从英国到美国整理出来的档案，啊，然后一个一个去查询，啊，最后就编出了这一套这个纪录片的故事，跟那个科学的算是一个发布。才不算难的哈，这是我们一种蛇的那个眼镜蛇的头啊，这头蛇信身体啊，然后弓就上下控位嘛，这个不是有控位吗？上下控位。搞定，应该不难吧？这里比较空，补一下。好，回眸立下，血、彩虹。这样。